健康的头号杀手，心血管疾病都没有听他讲说他哪里酸哪里痛哪里不舒服。不管是心肌梗塞或猝死之前，没有任何症状。钟鹏当时是什么症状？感觉好像被转医了，对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叫久病成良医，还发明了鞋子。你家里面有中风的人的时候，不要推他，他不是不快，没办法快。你也没钱多啊，你花花的表情。每周日晚上7点，健康搜查队就在公视13频道。